种放山鸡等级的鸡。老师，你看一下我的鞋子，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穿有女人味的鞋子，因为一方面是我喜欢舒服，可是像刚刚那些要拉到小腿的什么的，不管你腿多粗，今天就要教你怎么挑靴子，穿出绝世美腿。有没有？你腿挑细了，腿比较细了。对，找到你腿也变长。今天这个主题太妙了，不管呢你是长度不够是短的，或者呢你不够纤细你是肥的，然后或者形状长得不好看，只要有这个东西你就会很漂亮，解决所有的问题。 Everyth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哈哈，就要请教大师了，凯文老师。大家好，我是凯文。好，看到你后面了，就是这些靴子，是不是？鞋子，我们也都想要啊，可是穿起来都，你看，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双这个哈很纤细的腿，可是呢我也不好买靴子，因为会修拉修拉溜掉，就会觉得我们好像 O 字腿。哦哦，对对，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困扰都不一样。先从谁呀？我老师想看，先看谁的腿？方宇跟莉迪亚我们都很熟了啊。大概腿长什么样应该都知道。红糖变胖腿会变胖吗？有没有变胖？没有，没有变胖。我说有变胖，啊，腿会变胖，腿还好。哦，真的，哦，那我们先看秋香老师的。怎么了？这秋香老师你也要惊讶。对呀，秋香老师睡的是睡衣相看呢，老师保养得有耶，今天穿最短，今天为女人真的牺牲很大。先看秋香老师好不好？哎呦，真的开牌，真的开牌，开了。哇，是不是很美？很美啊！而且老师说他一年四季都要，一年四季都要穿那个绷紧的袜子。不是，我是没有穿那个袜子，因为我做餐厅做了30几年，所以都是站的，都是穿高跟鞋站的，所以会有那个静脉曲张。那就是因为不想穿那个袜子才会变静脉曲张，因为那个袜子一穿手会抽筋，我就穿过一次就丢掉了，所以就变成说我如果要穿短裤然后穿靴子，就一定要穿个丝袜。哦，对，是。但腿的形状是漂亮，对，很美啦，真的，真的。等一下再请教老师哈，好好帮你调配一下。是，那我们就看乌角病姐姐好了。乌角病姐姐，嗯，她的脚趾头是发紫的。发紫？没有啦，是那个做彩绘啦。彩绘啦，灰的啦。而且你仔细看，我是毛衣的，大家看我的指甲是毛衣。哦，这是不是毛衣？我觉得做你指甲的师傅好衰哦。好了，来喽，好，来来喽，一二三，天哪，其实很美啊，是美腿啊，对啊，是不是细又直？然后你看多正啊，而且也没有萝卜。这条短裤真的好不适合你。怎么说呢？你看美爆了，我大腿两侧的肉怎么会是飞出来的啊？哦，那是他的外拉，那他特色蝴蝶腿。老师先看腿型，好好好，好了好了，腿 OK 的 ，OK OK OK， 对呀，就是短了点。红糖换你了啦，换红糖。一二三，哎呦，好色情哦，这更色情。就是我觉得你腿没有变胖。那是因为他衣服穿很宽，哈哈，因为我就是比较会就是把一些露的地方藏住啊，蛮美的啦，就是因为我比较白，所以白就很隐约，对呀，对，哎，你去跟乌很熟乌角病的白比，我跟你讲不一样啦，你看我的腿就是阳光女孩，你们色阶超好，哎，可是说真的。可是说真的，说不定他们的腿围差不多，可是方宇的腿因为颜色健康，看起来其实比较瘦。对，真的，白色都会放大。对对对，就再吃嘛哈。是是，来我们来看楼上的，那莉迪亚你先喽。哎，我想要问一下，产前产后的腿会有变吗？有哎，我觉得脂肪真的累积在臀部。大腿根部那边真的比较多哦，有。那脚有变大吗？脚我没有，我倒是没有，脚没有大。方宇大概生2胎。对，我讲了，因为人家都跟我说不要买鞋，可是我都没有大太多，我脚都产前到现在都一样 size。
还是漂亮啊。那是因为就是胖的地方遮起来了啦，直啦，好直哦，很直，对啊，而且你大腿的那个比例其实是很匀称的耶，对，反正大腿是往前长的，什么意思？突然呢？其他你看我是往横的长的。对，所以我这边是这样出来的，可是它是往前长，感觉就好像有练，但其实没有这样。哦，好，我们的新同学你好 ，Hello， 欢迎你，啊，我是皮皮，皮皮好，嗯，我带腿来哈，下来下来，好，哇，干嘛这样去呀？不好惹哦，真的，其实我这边肌肉比较多，这边哇塞，感觉好吃哎。是有些好吃哎，你给推口，感觉是那种放山鸡等级的鸡。我有在练，我有游泳，练粗腿啊。我有在游泳，所以我上半身跟下半身看起来比较就是是两个人。对啊，因为你脸看起来是游泳很纤细，可是总是都是肌肉，就是整个是硬的。哇，对，我还是不要讲他坏话。不会啊，可是就变成你先留着，你先大文你再。等等等，你要跟大文站一起，大文站，来来来，我们家大文腿不错哎，来来，超乎我想象的大文哎，镜头看一下，是不是？哎，真的哎，那我今天松了一口气了，没有想象，然后再向右转。哎，你们两腿差不多哎，差这个这边宽度，然后再向右转，哇。哎，真的，然后再向右转，转一圈，哦，真的不好惹，哦，而且，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缝很紧，感觉它可以夹断甘蔗，很有力，很有力耶，很有力，这样蛮好的，真的吗？不好，就这样才会很有力啊，这是踢人家，对对对对，这样很有力，你也不妨多让。是，老师你要先抢救谁？行，谢谢。我们先从谁开始？我们先从，要不然就先从红糖好了。轻微的开始是不是？好，你的鞋子。哎，好，那我先。这些鞋，我都是属于就是比较保守的，看得出来基本款。对，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最细的就是脚脖子这里，所以我不可能会把我脚脖子遮住，所以这两双的话都是比较会露出我就是脚脖子的鞋子。对，然后我先穿这双，这双其实就是其实应该每个女生都有，你这双我也有，哎，对对，很好看，它就会有，对，就是会有视觉的，穿一只那个延伸，我想要看一下。然后这一双呢，就是带点比较个性一点的那种平底靴。那因为我基本上没有很高的关系，所以我里面穿这种靴子，我一定会加垫子，超窄，会加垫子。就是穿这样两个不同的风格，可是我一定会有个原则，就是一定会露出我最细的脚脖子，对，脚脖子的地方。你不觉得你这样子，你反而你的腿比较粗，真的吗？是不是老师，红糖它的样子哦，真的不太适合穿靴子啊。腿型，我指的是这种短靴哦，这种短靴，尤其是这种牛筋靴，对你来讲，第一，你就是那种软软的女生，对，我们如果形容的话，你是软软的女生，那那种东西，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有点马蹄感的那一种，对，啊，布丁啦，就是会有那种端端端软软的，那这种牛筋靴其实它是比较硬朗，对，比较属于像莉迪亚这种比较有个性，对，比较中性，比较硬朗的，硬朗，所以像这种牛筋靴哦，红糖穿起来你都会觉得，第一跟你的个性好像不太搭，然后或者是觉得它跟你不是同一国，还是你这跟苏红借的？不是啦，这是我的。好了，那他穿这软软的女生要穿什么？好，来来来，到老师的身边。软软的女来。好，其实我觉得红糖，大家都会觉得它其实它的个子不高啦，然后软软的、白白的，但是它是性感的，性感的，对，所以他在挑靴子的时候一定要掌握那个靴子看起来就要性感哦哦。你说没有穿的时候，对哦，比如说细跟的。哦，可是这个不会给人家感觉我更加 over 更性感。我觉得其实可以放大自己的特色，真的。对，像这种，然后呢，其实隋唐它另外不是红糖，红糖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脚脖子很漂亮，它自己知道，所以。
他在挑靴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靴口就是在脚踝的这个地方，你从侧面看它一定要有弧度，它一定要收紧收进来，这样子在穿的时候你的腿型才能够保留原本的优势。来，好的，试试看。哇塞，那是因为你这样看觉得很长，那颠蹬上去，哇，哇，哇，蛮性感，有，好性感哦，对不对？嗯，那你穿一只你的这个，整个被比一样嘛，是尖头，嗯，有没有？对，你就知道，就是说你那个穿那一个短的腿比较肥。哎，真的有，有没有发现？他穿长的靴子，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侧面的地方。性感的鞋跟，你看他的腿，你会觉得他的腿一定很美，要不然怎么能够穿这种靴子呢？对，好高哦。对，然后比例上面，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个子不够高，所以呢，安室奈美惠原则，把你的膝盖遮起来，腿就延伸到了靴顶。真的，真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再看回正面，你会觉得这边的腿看起来超长。长啊，对。所以同样的原理哦，你只要找这种就是在这个。脚踝的地方是贴住的哦，这种靴子你穿起来一定都会是好看的。好的，我这双真的很贴，它穿起来脚踝那边会比较好，漂亮，更贴粗跟的，这双也好好看。对，然后它有一点粗跟。换双靴子，秋生老师自信满分。这双腿拉长了，这双对啊，哎，我都以为我不能穿尖头的鞋。常常来的话，你们这些妹妹都没有工作了。她穿起来脚踝那边会比较好，漂亮，更贴粗跟的，这双也好好看。对，然后它有一点粗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也好美哦，美哦，长肥肉的粗，买了买。就是虽然它是。肉肉的腿，但是他的脚脖子是漂亮的。对，我们透过这种过膝的靴子去拉长他腿的比例，然后透过这个靴子本身的这个剪裁，让他原本漂亮的小腿肚和他的脚脖子的比例不会不见。嗯，所以像他就绝对不能够穿，嗯，绝对不能够穿这种筒靴。真的，我自己戴的就是这样。像那种筒靴，你穿起来你就变 everyday。真的肥，对，会真的会变肥肥的，对，所以像这种很性感的这种靴子，甚至于你也可以穿这个。哇，这哇更性感，对啊，哇更长，你看，对，感觉上红糖像穿了静脉曲张袜，但是你完全不会觉得靴子形成他腿部的困扰，或增加他腿部好像分量变重，绝对不会。他露出这一节那个叫什么？男生绝对领域，绝对领域。所以你会觉得好性感，对，你即使只是穿一件大毛衣，你会觉得哇，这个女生真的不得了，真的都不知道你都胃口这么大，大胃王，我忘记你真的是哈，很会吃的人呢，对。哇，这性感的绝对领域谁受得了？服帖的过膝靴让红糖的性感加倍，女神风采不减。接下来，来老师呢，想要抢救谁？接下来。秋香，秋香老师了，面对他了，老师来，赶快来，赶快来做。那我要穿我的鞋子吗？哎，不用了。好吧，老师，你真的你的腿这么的漂亮，但是你的鞋子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掉了，一看就是妈妈买的，妈妈会买的鞋，对，甚至是接近奶奶咯。是因为我有拇指外翻，所以我的鞋子哈，我都会穿，就是线头比较大，对，宽板，然后我脚背又很厚，这样子。那所以我穿的鞋子都要以很舒服为主，因为一出门的话都是六七个小时才会回家。其实因为秋香老师她的脚是漂亮的，所以然后她可能不一定要穿真的非常高的话，像这种。
因为秋香老师他本身是一个专业人士嘛，是专业人士，所以有些时候像这种有一点点帅气，像这样子深蓝色后面是亮片的，其实秋香老师的腿穿这样子的鞋子会很好看，因为呢它上面其实有松紧带的束口，谢谢。然后呢，秋香老师她的个子也不是太高，我觉得秋香老师她带来的靴子哦，对她来讲比例有点太重。嗯，你看像这一双其实也很好看，非常好看，对呀，应该也是比较舒服的。前面看起来很低调，可是后面哎突然好 bling 的感觉，很舒服。对，我现在就是因为有年纪了，挑的鞋子就会要穿的比较舒服一点，或者是呢，秋香老师也可以挑一些，就是在这个脚踝的地方有微微向上来收进来的，因为秋香老师的也是有腰身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有一点点弧度收进来，而不是宽口的。因为脚脖子漂亮的人，脚踝漂亮的人，其实这个地方太宽，你反而会让脚看起来短哦，它会变成一个一块很大的几何的线条去截断你的腿的比例。谢谢，我自己来，不好意思。不会不会。哇，这双也是超好穿耶，这双腿拉长细哦。这双对啊，对，哎呦，买了买了，会向上收起来，是，对，会向上收起来，就是它收起来，但是它脚踝那地方还有一点点空气，是，不是整个很 fit 的，是，对，或者是秋香老师的就干脆把你整个脚脖子全部露出来，对，整个把脚脖子露出来，所以他穿这么。卡其的时候就不要穿这么深的袜子，对不对，老师？穿肤色的袜子。哎，也其实穿黑色，哦也可以，穿黑色也可以，蛮适合。对。哎，我都以为我不能穿尖头的鞋子。哎呦，好看，好看，超细的，脚踝好细。对。嗯。哎，我如果常常来的话，你们这些妹妹都没有工作了。不要逼他们，他们会去学做菜。跟你拼了，谢谢。他们也会自己挤鸡精哦，自己滴鸡精哦。所以我给秋香老师的原则就是尽量找楦头比较宽一点的，然后呢，尽量让她最漂亮的脚脖子露出来。哦，这双也好看。对。你看，像谁？红糖刚才的那一种，红糖刚才的那一种中间开缝的那种短靴，其实秋香老师穿也会非常好看。所以你只要记得，像现在他对像这种的，这种的，对像这种的，你看他像我有一双那个好难穿了，但是这个很好穿。哦，是吗？对，它就会，它就像我们穿了一件 V 领或衬衫的衣服一样，它可以去修饰我们的腿，对，修饰我们的腿，可以让脚踝尽量露出来。好的。秋香老师的腿好美哦，利用深 V 挖空的踝靴，露出纤细的脚踝和脚背延伸腿部线条，看起来又长又细。接下来是方瑜，我比较喜欢，我知道方瑜都喜欢穿到这里的，超过膝盖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矮的人是不能穿这个，但是后来我今年冬天买了我第一双大腿靴之后，我发现效果无比的好，无比的好。我一定要穿给大家看，我腿就是很细，然后很长，然后你会不觉得我只有一米八？真的，又厚又黑，是不是？看看三角裤哦，你看看，哇，是不是看不出来？我就是真的不错，是真的不错了，是真的不错了。而且我本来也想要买这些。我跟你讲，你穿这种鞋子的时候，你摆 pose 的时候，你要摆这样，再下来，你要把再下来，对对对对，对哦，这样遮住哦，美，把这两块遮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要不然你就要打开。对，方宇的腿其实是漂亮的，对啊，但是要穿这种靴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大腿整个都露出来。对，但他的大腿根部又表现得不是那么好。你不要看这种鞋子哦，到这里的就是会，那叫什么？大腿靴，膝上不是绝对领域，绝对领域啊，露出这一节的要有条件的，对不对？而且。那样子的靴子很容易没气质，所以刚刚老师去找帮红糖找的几个，你要知道他就是他很多细微
其实都要很注意，要不然就会漏掉，很容易。比如说你，对，应该可以，比如说不要那么跟那么粗。哦，因为我想说不高嘛，所以我就买了跟粗一点。对，那你另外一双是？我另外一双它就是只有到。对，你吃一吃一只嘞，穿一只我看看。因为你知道它就是没有这么的大腿，所以我发现它反而看起来腿是没有左边的效果好。哦，要应该要跟你还不错啊。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反而腿就比例而言，短的那个比较顺，我觉得短的那个，因为长的那个会觉得你那个大腿根部一直飞出来。你说这边的肌肉，这里啊，这里的对比例不漂亮哦，好像哎，真的，千万不要弄，剪掉那块，剪掉上面多余的，就抽脂。好，为什么我刚才会给红糖的是，反而会大家会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给他的都是大腿靴的原因，是因为红糖他的腿，就是说虽然他的整体的数字不是很小，但是比例是均匀的。但是方宇比较麻烦的是他的比例不是很均匀。他的小腿其实很细，但是大腿根部的地方可能会比较肉，所以他在穿靴子的时候，他也要硬挺。还有，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要换一条裤子。对呀，带裤子，带裤子。就是丽来，这裤子这到底在好看什么？你看，一看到这双靴子，你会觉得它好挺。对，你会觉得它好挺，像军装一样的，很有纪律。对，不会落色。好特别哦，这双鞋好美哦，哇，就是很挺，然后帅帅的。看，你要露小腿。对，你看他把小腿整只露出来之后，他反而整个的那一种，因为刚才虽然说他穿大腿靴，觉得好像腿很细，对，可是跟上面屁股这边的比例是不对的。对，但是这样子你会觉得，看到你的小腿、大腿这一块整个的肉露出来之后，反而觉得，然后挺挺的这种料子，你反而会觉得，哎，这个女生帅帅的。或者是你看，像这双也是挺挺的，也是挺挺的。然后透过一些花样去放大脚的这种分量，尤其是腿越细的女生，你的鞋子上面有一些花样，可以去平衡掉你上下身的这种比例。对，好看。或者是你看，透过这个颜色，这颜色好漂亮。对。哦，哎，老师，我变白了。你知不知道，你就是要穿这种红，对，不是阿嬷红，这个好美哟，对，是叫玫瑰红，他会挑这种红，对，对，我玫瑰红，他都挑就是酒红，他绝对不能酒红那种红，这个红漂亮，对，你绝对不能酒红枣红，要玫红，玫红是你肤色，看，对，像这样子的，买了，这一双你一定要买，对呀，好，怎么变白了？对啊，很亮，你看哦，你只要是红。即使是平底的，好可爱哦，也白，对，也白，也白，怎么也白？还有红色线，好奇怪哦，好亮哎！因为黑色跟白色会显现绝对对比色，会比较色，所以在白色跟黑色面前，你的原本的颜色会显现出来。哦，对，老板买单，这双玫瑰红短靴太阳风。不但更衬他健康的肤色，也成功平衡了腿的比例，太美了！蓝教主秀压箱宝，我自己收藏了大概有十三年了，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靴子，那靴套，它是靴套，靴套，对啊，第一次看到。我个人要贡献的呢，就是有一个我自己
收藏了大概有13年了的一个，这也是一个靴子，那它是一个靴子皮，它是这个品牌，当时进来的时候，我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就是说他怎么会出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一穿我就很喜欢了，因为我很难可以穿到很合的，都会太浪了，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很低调，然后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我要告诉你们，穿这种有弹性的靴子一定要这样子，不然你一直这样拉，一直这样拉，它会松掉，也溜起，就像穿袜子一样，对。对不起啊，哇，好特别哦，拉到这里对不对？好，那你要穿鞋，你要穿袜子也可以，穿鞋子也可以，对，穿靴子，穿哎你都可以，靴套，它是靴套，靴套，对啊，第一次看到哎，穿完了以后，穿完了以后再拉。哦，这个这么合，还有谁可以穿？对啊，这好合哦，这样子，谢谢老师。哇，好细啊，太细了，就会受不了，真的，哇，太美，这个好。然后它一年四季，它是春装，就是那个时候我买的时候，它是说他们春天的那个流行就会流行这样，但是我已经买了十几年了，我很少穿，好美哦，很好看哈，很好看，肌肉。然后你这样子配也不会觉得奇怪吧？对，很美，好看，很好看。然后你要穿在靴子里也可以，然后或者是你要穿球鞋也会很好看。然后最主要是很暖。哦，对，很值得投资，虽然它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投资。它的皮革好舒服。然后我也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们买不到靴子，好看的靴子，其实可以去定做，定做套，定去定做，就是我不是说去这个品牌定做，你们是可以自己可以去买袜子啊，或者是买皮，现在的皮不是都有弹性，就自己去定做，然后后面装一个拉，这种隐形拉链其实还蛮好看的，就是做一个靴套，自己做一个靴套。好的，李迪啊。换你咯。哦，我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生小孩之后就会很害怕一直被大家归类为妈妈，所以我就也很爱买靴子，因为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觉得长靴或是过膝靴就是辣妹，所以我就今年也跟方宇一样买了同一双靴子，但是因为同一双，但是不对，我的跟比较粗一点，因为就是还是要考量到就是抱小孩好走动什么的，这个高度最舒服啦，对，它还算穿另一只穿那个这样哦，然后这个是你先穿，我们再下来介绍，好。我们俩，我跟莉迪亚喜欢的东西很像，帅帅的，比较中性一点。OK， 小心哦。好，好看。跟我一样的那双，为什么你穿起来没那么大腿啊？因为我腿比较长。那我为你解答。这一节多好大一节哦！你穿就是该低靴，我就是过膝靴这样。对，就是好看。真的吗？莉迪亚的腿完全赢在比例，对啦。其实她的腿并不是真的很细，而且我脚踝特粗，我很适合穿靴子，因为刚好都遮住我的脚踝，很细啊。没有，我脚踝是粗的，而且莉迪亚是那一种，怎么了？我有点骄傲喽。不管是红糖的那一种，就是。塑形靴或者是筒靴 ，Lydia 都能驾驭。我是靴子人，因为你只要把腿藏起来。你说全部腿吗？全部藏起来？对，因为它要不就是藏起来，要不叫全露。都全露。对，他就是那一种绝对的那一种人，就是他即使穿夹脚拖鞋，可能都会比他穿短踝靴来得好看。我超不能短踝靴，因为他的喜欢。对，因为你的腿，我刚才说的，就是他的腿不是那种很性感女人的那种腿，但是他的比例很漂亮。好，好，来，莉迪亚来，去老师那。以莉迪亚的腿啊，其实莉迪亚她可以是。哎呦，它可以试很多不同的这种，它是可以穿平底靴的人，因为它个子也够高。好可爱哦！哎呦，
真的耶，对不对？好细耶，好长哦，好细好，不是好像，是真的很长，好细耶，哎，不一定哦，对，这一种那叫什么？就是这样子的组合的那种图形，不一定，对，动物纹的感觉，但因为 Lydia 她的大腿。他的大腿其实蛮有分量，有分量，但是不是会多余的肉跑出来的那种，对，因为他往前长，又来，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跟他的比，我们就懂了，对，是往横的长。往前长，对 ，Lydia 的腿的粗度是往前，就好像侧睡的人头后面是圆的，是一致的。对，他的大腿也是往前，所以他穿这种同步图形的时候，他的腿反而，我是很了解你，他的大腿反而看起来那个线条是漂亮的，或者是。如果说啦，如果因为 Lydia 其实她的小腿还 OK， 如果说有些时候她想要帅帅的，像这样子宽筒宽筒的，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配牛仔裤的时候，好穿，好看，好帅哦。如果说你的腿的条件跟 Lydia 一样，就是不是很细有分量，但是比例还不错的话，像这种宽筒的靴子，反而可以让你上身看起来瘦。或者是像 Lydia， 哦，她非常适合这种的，很可爱耶，刚好，这双我也有，好可爱哦。就是我们刚才说 Lydia 她其实腿不是真的很细，但是不是，因为我怕刚好有观众转过来嘛，没有听到，对，没听到，所以呢，我会放大它的，干脆把下面放大，放大它的鞋子的比例，或者是增加它原本个性的特色。你就觉得哇，帅帅的。对，其实这种鞋子还不是每一个女生可以驾驭的。对，它同系列，我有这个的男生版。哦，好看呢。这个靴鞋，这是男生的，这个是什么？是女生的啦。这是女生的。哦，像青蛙装。但我有男。你可以讲忍者，对对对，忍者，忍者，太可爱了，这很像我会喜欢的，对，好有趣哦，很像我这个袜套哈，对对，这个好合，这个好合，哎，好看，哇，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哦，而且你知道吗？它那个皮革的弹性啊，你即使里面穿一个 legging jeans 都还能够再穿上，可以可以，弹性可以，对，它弹性非常好，所以它不会咬肉。因为它的整片的皮革都是统一的，所以即使脚背厚的人，或者是你想偷加鞋垫，都不会有困扰，因为它这整个都是弹性，所以你即使偷藏鞋垫还 OK， 都 OK。Lydia 真是太幸福了，匀称的双腿让她轻松驾驭任何靴款，什么款式在她腿上都美翻了，名副其实的靴子人。新同学，嗨。我今天带来了其中这一双，你可以各穿一只，然后穿完再下来讲解。它就是爬不起来，会卡到肉。那你为什么要买？因为网拍看到就觉得，哎，好像适合。觉得靴子一定要。对不起，你先穿拉得起来的，这一双是拉不起来是？好。啊，那你先穿拉得起来的一只，对。你的都好像。对，因为黑色其实比较百搭。旁边有拉链哎。这边这比较可以，这可以啊！你把拉不起来的那个拉不起来，拿到老师这边来。好，拉不起来，拉不起来就是在网拍上面买的。我都不敢在网络买鞋子，鞋子要试穿呢，鞋子一定要实体店。对啊，而且我都会选，就是腿并不粗啊，会拉不起来。会是小腿肚。对，我是这边这一块。对，你讲小腿肚有肌肉。对。这样就会拉不起来，还是拉链坏掉？你知道吗？他这边就是，他脚脖子可以，但是小腿这边就是要，哎，你们看，不行，不行，哎，真是炸开哎！他真的会炸，而且我现在就是没有穿死，老师要小心，会麻，小心脚的麻痛的感觉哦，会到毛，没有关系啦，他一定有在夹够啦，在紧绷，算了啦，就这样吧，老师怎么办？他的绝对领域在这里，太特别了吧？
皮他在穿靴子的时候，你也要记得，就是说你不能穿太软的靴子哦，太软，对，不能穿太软的靴子。然后呢，你也不能够穿像刚才那种弹性皮革靴，哦，这么贴的，对，那种很贴的，因为你的大腿会压肉，很正，很正。所以如果你很有嚼劲，对，所以如果你把小腿的地方包得很紧的时候，你的腿的肌肉的线条，反而会跑出来，然后你的大腿因为黑色的靴子收紧，就好像穿半截袜一样，你反而大腿会看起来更粗更壮。所以像这种比较有分量的皮革，比较厚实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你只要这个地方能过，就过，头过，头过。之类的，你们懂我的意思，明白。哦，这双比较挺，对，所以再穿靴子。哎，有哎，有，可以，考通过了，通过了，有过了，都过了。哦，可以，拉不起来，网购靴子不落伞，就靠这一招。通常你们记得拉链只做脚脖子的靴子，它的小腿筒身一定宽。哦，真的吗？是哦，因为它会把拉链往上做，就是要让你穿起来合。哦，即使你在网络买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一点稍微去判断。哎，有，可以，考通过了，通过了，都过了。可以，对，因为你不要去冒那一个自己在试穿的时候卡到小腿肌肉的那一个危险，所以它这一双靴子的拉链其实只做脚脖子。那通常你们记得，拉链只做脚脖子的靴子，它的小腿筒身一定宽。真的吗？是哦，因为它会把拉链往上做，就是要让你穿起来合。哦，对，哦，对，对。所以你看，像这种靴子，它的拉链只做内侧短短的脚脖子这里，就代表它上方这个地方一定会是比较松的。所以你们在挑的时候，即使你在网络买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一点稍微去判断，然后再看它侧面的形状。你看它这一双的侧面的形状，脚脖子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腰身。对啊，对不对？就筒。对，可是你看它的正面，看起来它的大腿的比例，其实看起来不会让它大腿变得更粗。其实是顺顺的下来，它比较立体。然后再来呢，其实像这种就是有分量的女孩，刚才莉亚那一双你也可以穿。哦，真的吗？硬挺的那一双。对，挺的这双，有没有发现拉链只有到脚脖子？哦，有救了。哎，这一双很松哎，真的开心，而且它有一点跟，所以。有没有？感觉你腿比较细了，腿比较细了。对，找到你，而且腿也变长了。买了啦，就是它了。而且侧面也很细哦。对，真的。侧面也细耶，对呀，背后也细耶。哦，这双真的好神奇哦。那就买啦。太好了，恭喜皮皮终于找到梦幻长靴了。硬挺的材质和宽筒设计，把壮壮腿都藏起来了，每个角度都很纤细哦。总有一天还上面。大魔王的困扰是什么？老师，我来了。老师，你看一下我的鞋子，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穿有女人味的鞋子。因为一方面是我喜欢舒服，可是像刚刚那些要拉到小腿的什么的。真的吗？为什么我觉得你的鞋看起来就是好好吃的感觉，面包的感觉，甜点，对，圆圆的，刚出炉那种，就很温暖，对，就不知道怎么成为很有女人味的鞋子。不过他的靴子都是那种文青女孩，对啊，会买的，不小心高兴一下。但其实你今天的头发很可爱耶，有一点那个红贵宾的感觉。贵宾很可爱，来，红贵宾，对。其实大我，他的腿以他的
分量来说啦，哈，给人的感觉的分量来说，他的腿算正常范围内，嗯，他也是往前长的，他不是往侧面长的，尤其他的大腿的这个膝盖这边的肉，哦，他是往前，你说我从侧面看，他侧面比正面可观，哦，哦，对，有哦，有哦，对，但他正面看起来好像还好，对，对，因为他往前长，对对对，好来，先强调一次。好，像这类的女生，你在靴筒的选择上面就要比较小心了。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驾驭过膝盖的？哎，开心，你们两个都很开心。瘦哎，对啊，瘦哎，瘦真的很瘦。对，所以你可以，你可以透过丝袜搭配这样子的靴筒，嗯，看起来你的那个收缩度或者是比例会更好，可以念哦。这双靴子更棒的是，它还可以更大哦，好贴心哦，它还可以更大，鞋带在后面呢，对，它还有这个分量放在后面，所以这双可以说是粗粗腿女生的救星。而且粗粗腿女生绝对没办法想象自己穿牛仔裤还可以再穿靴子，这个即使你穿了牛仔裤都还可以再穿。然后再来就是像，如果你的腿是属于大尺寸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女生脚越来越大，像我们的小云180，她要穿靴子的话要穿到42号。42号吗？有，那是一般42号，网路他要穿到43号。有这么大？有，我现在介绍的这个就是在网路上面找到的，他起跳是从几号起跳，你知道吗？40。哇，专门 for 大赛事。而且你看，这双靴子就是40号的靴子，然后它最大可以到45号。哇，这个我想来挑战。好，它有弹性是不是？它有一点点，但我其实我个人没把握。刚刚不是讲了40号我懂老师的那个顾虑。感觉更性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天哪！加油加油！今天会成为我人生史上穿膝上袜的一天吗？啊，膝上靴？没有没有没有，你穿这个不能当成膝上的。不能穿。好，你站起来。皱皱。站下去。哦，好像可以。可以耶。好来。这辈子第一次穿这么长的靴子。他在穿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它往下收，松松的。就是一般人穿这个可能是过膝，然后你再穿到裙子再拉低一点点，对，然后你裙子再把它拉低一点点，绝对领域，绝对领域，有没有？你看，你要拍到上面，你看有多可爱啊！好可爱哦！老师还有什么颜色可爱？太可爱了，这个非常感人呢。对，他们家其实有都是比较大的 size， 你看，譬如说像这种里面加毛毛的靴，好像还有那个也是，对，这个也是里面有加毛毛，哦，很舒服。或者是呢，这种，这个也是，这种小军靴里面也是加毛毛，嗯，或者是你看这样帅帅的流苏靴，它也是从40号开始起跳，好可爱，小云开心。你看像这种它。好感人哦，这一刻真的，哇，很可爱，轻松，是不是？更有自信，跟袜子也对。然后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腿比较肉肉的女生，你在穿这种短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露腿的话，也不要买黑色的哦，买这种咖啡色或者是就好像我们说你要脚拉长的高跟鞋，要裸色的高跟鞋。对对。那同样的，在这种短靴的部分，你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颜色，让你的腿不会被截断。对，这样子看起来不但很有个性，帅帅的，也可以让自己腿的条件得到修饰。OK， 这一刻真的太感人了，大尺码女孩也能穿膝上靴，你看看大文的腿这样看起来有多细呢，这绝对领域好 sexy 啊，恭喜你啦，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今天的话很开心，今天老师介绍的鞋在哪里买，上我们的网站你就清楚了，谢谢老师，谢谢。